干什么？有事要做，还不赶快准备？哦，我的面，哦，好可惜哦，我才没吃几口哎。下回补你。好啊。哎，你做的真的很好吃哎。我还有事。 再来，阿进啊，在这边耶！哎呀，又没打到啊！哈哈，太常温一下，我准度啦。你在你不要动啊！打那么吗？打到脚算了，算了，我也觉得差得远啊。这伤很严重，我在想。 你怎么想到这么厉害的招啊？开玩笑，我警校第一名哎！啊，接下来呢？我跟你讲，以我们两个长相，等一下会有一个美女停车下来救我们。你等着看，等下看到女生不能动，要 hold 住。啊，爸爸，等等，哎呦，有事来了！女的，女的啊，就跟你说，会是美女。嗨。 那个，我们被挟持了，所以我们玩游戏输了，所以想说你可不可以？啊，对对对，玩游戏输了。我看你们是被仙人跳吧？啊？哎，不是啦，我们是玩大冒险。大冒险。对，大冒险。变态！啊，不，我们不是变态，我。警校第一名毕业。 甜甜圈，哦，哦，哎，谁啦？干嘛？哦，你干嘛弄我啦？ 孟少飞的手机号码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快说！哇，放我走，跟同事一起去找是比较快，而且等到他们开始找我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再不说，我就……那你拿10样东西来换。什么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，当然也没有白拿电话号码。而且我现在肚子好饿哦，我想想看。 电话号码一共10码，一码换1样东西的话，我要泡面、青菜、肉、蛋、吐司，然后牛奶。你吃得完啊？我从早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耶。如果等一下饿到把电话号码忘掉了怎么办？想看啊，起司片，然后锅子、筷子、汤汤匙。哎，等一下。 我快尿出来了，我要换厕所。哦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啊，你认真的？认真的啦！哦，你怕我骗你哦？我等一下尿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你们哦。
放心啦、只是伤口发炎加上体力不支，算不了什么大事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江家的本事啊，尤其你的技术。但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以前不是你自己受伤，就是把别人弄受伤。能让堂堂刑天盟帮主亲自送来我这里治疗，我还是头一次看到。说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没有啦。没有？只是一起在山上过了一天一夜而已。只是在山上过了一天一夜而已，然后两个人搞得满身是伤。说，你们两个人在山上干了什么好事啊？白痴。帮我联络一下他们的人，我先回去。老实说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没有啦。魏先，你的胃是什么做的、啊？这不算什么，反正我吃不胖。吃这么多还不会胖？浪费食物，吃不完那才是浪费食物吧？嗯呢？你不试试看吗？我对我自己的手艺有绝对的自信。我是说阿费电话号码。你不打打看、啊？你不说要关机？你不是怕我骗你？手机。你确认一下，这样我才能吃得安心。有没有人说你是怪咖、啊？你才是吧，莫名其妙把我抓来这里拷问。我哪有拷问你啊？你关了我一个晚上哎、这样也算？当然啊，妨碍自由哎、根据刑法第296条。你干什么啊？有事要做，还不赶紧准备？啊，我的面，哦，好可惜哦。我才没吃几口哎。下回补你。好啊。你做的真的很好吃哎。我还有事情要忙，今天先放你回去，改天再去找你。我真的可以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，再找你哦。